要开始就是跟我的头发。第一，我是莎莎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。是今天呢，我要开的是，再来是儿童节礼物，这是我们要拍的儿童节礼物。然后呢，因为是学校发的，啊，你看这样很大一个，有看到吗？很大一个，先把它放去旁边，然后就剪刀。然后呢，因为儿童节礼物，老师为了我们长大生，老师就附一个小饼干。然后呢，这小饼干呢，老师说，这是像皮沙，有人吃过饼干，其实我以前感觉我吃过一样哎，个。感觉有事跟我一样，先拍拍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因为呢，这是我们那个带回来的油，有人看到吗？有，然后下面讲有的是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旁边都没有东西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我打开这个的盖子，那我先来看一下饼干吧。叠好了饼干，我要试再看一下。快递没有很大。哎，各位你们可以后退，后退，回。OK 了，后退 ，OK。然后呢，我要放这里。我来看这里喽。哎，又扯好了。没办法用手了，我这些纸应该可以吧？那我一看，唰，哇，好像是真的，哇，撕下来了，好像是开礼物一样。怎么玩好了？我先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哇，感觉好像很好玩呢。对，它本来都很好玩，我玩过。它就是用手机，然后呢下面卡熊，然后呢用手机要跳出去，然后呢要叫到盒子。那我要看一下看看，我开喽。哇，我的手卡住。没有啦，打开啦！把它拿出来，哦，妈妈看到，就是，没有东西了。哇，这个很大哎！我说的有没有有点啊？我这到底是什么？哇，你们大家看！游戏啦！你看我是魔法喽，那刚才我们看一下我是魔法，嚯！看把它用起来喽，我是魔法，OK， 树干好好，啊、哦，我懂了。你们，你看这个图形，他说有两个人玩，然后他要把球给丢在桌子上，然后他球就会弹到里面去。看来像这样子，丢，丢，丢，啊你丢，小猫咪丢，啊我弹进去，不是，要先丢到桌子，然后再弹过去，要弹到那个里面去，要弹到里面去，我们先装好。来开始，你一人好，你要什么颜？我们来先看，但是要有两对吧？那你蓝色，我黄色吗？
啊，开始。那我们来跟放下去。我们用最简单的，最简哪一种最简单呢？一个第一关，中三颗连在一起就赢了。来，你要什么颜色？我想要蓝色。好，来。不要黄色，玩黄色。你要黄色，好。好，开始。放石头布。啊，你赢了，你先。哇。你先来，顶过来。好，算好吗？顶，耶！你看，要先达成一直线的人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顶，自己顶。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要顶到你自己的位置，来，从你那边，从你那边顶，再顶，丢。好，顶。好，帮你捡来，你再再跑。然后那颗球放在这里。好，刚才试过。应该是八颗吧，八颗头环有。好，再来换我。好，换你。哦，换我。嘿，哦，没有，换你。哦，你快连成一条线嘞！你只要跳到这个，你就赢了。耶，对吧？换我。再一次，嘿，换我了，好开心呀，妈妈，好开心。哟，再一次，哇，耶，换我，我这次要从这边，嘿，哦，嘿。你达成的图案，来看一下。你有三颗星的呢，对不对？耶！所以我就得到个卡了。对对对， yeah.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。来，得到个卡。好，妈妈，看妈妈，我也要那个，我要拼成那个图形了。嘿，我要拼成图形。嘿，耶、yeah! ！我也一条了，对吗？那我来找你，有没有你的呢？我的是哪一种的嘞？嗯，跟你好像跟你一样的呢，对不对？我的是三条的呢。好，换你呢，就没有的呗。你对，你有三条，我有一条了。我们拼手的来，快点来。对，看谁的。换我，我要这个洞，我就赢了，对吗？嘿。快点，换我了，换我。有这个图案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换你。换我，我看我可不可以跳进这个洞，我就赢两次。嘿。嘿。嘿。哇，好了，我们平手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一颗球。你跳到这个你也赢了，跳到这个你也赢，跳到这个你也赢，对吗？对啊。我要跳到这个。嘿啊！好了，妈咪来，妈咪，妈咪。嘿。奇怪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